哎，这不是童心阁吗？大哥，下午好。好久都没在现场听你唱歌了。对呀、啊，我这段时间我去外面去巡播去了，我今天也拍了两个作品，我准备回去了。相见就是有缘，今天遇到了，再给大哥，再忘掉给大哥再来一首。现在都快下雨了，大哥。唱好了，大哥，看看有没有20块钱，给你20块钱啊。哎呦，这段时间穷的叮当响，只有10块05毛了。没钱没关系，大哥你点歌看我会不会唱。好，唱得好，大家都为童心阁鼓鼓掌啊！想听什么歌，大哥？谁能懂男人的眼泪？行吧，那我就给你唱一首吧。好的。好，钱先给啊。谢大哥。谁懂男人的爱恋，每天从早忙到晚，多想找个爱的港湾。其实男人也很累，没人体会我的伤悲，多想有人把我安慰，难过的时候想有个爱我的人，慢慢走进我的心扉。谁懂男人的眼泪，哭的时候装作无所谓。谁能真心的爱我，今生爱你我不后悔。唱得太棒了，大家鼓鼓掌。你还给我10块5毛啊？就10块5毛了，这个、大哥兄弟那你想了，可在里。这个5毛呢，给你去买个冰棍吃。哎呀，5毛一起给了。那我不要你多的。